个设想，说这个通常嘛做成风筝，动力从哪来的？说很本能的就想到这个车轮了，车轮一转以后，需要通过一些很巧妙的机构带动这个四匹马四个蹄子交替的走动，关键驾车那个人还要牵着缰绳，头还要左右转观察前方。这个伞转的我是唯一的在这个风筝采用了那个手工制作的涡轮涡杆机构，然后转起来比较生动一点。